阿荣啊来帮忙啊大家啊，把越南的一些风俗的经验，通过阿荣然后跟你的孩子讲啊，文化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那也在这边哈、啊，我也要这个感谢阿荣啊，因为阿荣他很辛苦啊，他除了要。前一阵子啊，公共电视有来跟他专访，有拍他的纪录片。哎，阿荣有讲过吗？他可能比较拍谁啊？不好意思的啊。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他在台湾哦，很认真的学习哦。从以前哈、哦、那个台语听不懂啊，华语也听不懂，都不会写，到他现在他能够写字，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哈、哦，三年前阿荣他还没有办法这样子来这边上课教人家啊、哦哦、但是
请问你今天对于新住民未来与亲子共读班小朋友怎么会愿意跟你出来？因为他喜欢学习多一个语言，而且他也很好奇是我们的母语是怎么样说。嘿，对，好 ，OK， 谢谢啊。好，大家好。那我们呢，这次就我们办那个新住民越南语亲子共读的这班，我是冯世荣，就是这个课程的老师。那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的，我可以在这个班上跟大家认识见面。那这个课程能完成的话，完成是非常感谢我们后壁国小的校长、主任老师团队的辛苦。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新移民中心的工作团队的老师们也很辛苦。所以在经过这个四天的课程，我们不只学到语言，我们可以姐妹在这边，在我们的新移民中心的娘家，姐妹可以去在这